曾参加过《中国达人秀》《鲁豫有约》等节目的秀珍三姐妹日前在上海集体变脸。3月28日接受整形手术后的秀珍三姐妹再次现身上海某整形医院，出席蝶变性发布会。三姐妹还在现场进行了才艺表演，术后的三个人变得更加信心满满。秀珍三姐妹整形完，不仅对自己的外貌十分满意，对于自己未来找男朋友的要求也是提高了不少。那整形完了之后找男朋友会不会更有信心啊？那必须的嘛！整形之后就不找，让他们来找我。对，等他们追你啊。对。那要求有提高吗？要求嘛，还是差不多啦，只不过说，看得顺眼，就是自己看得顺眼。